声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？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，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。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18，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渔村，妈祖庙里烧香的人很闷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鹿港的清晨，鹿港的黄昏，徘徊在文明里的人很闷。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告诉我的爹娘，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，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。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，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，岁月掩不住爹娘淳朴的笑容，梦中的姑娘依然长发盈空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渔村，妈祖庙里烧香的人很闷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鹿港的清晨，鹿港的黄昏，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。上了水泥墙，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，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。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，刻着这么几句话：子子孙孙永保佑，世世代代传香火。